在可以闭嘴了吗？不行嘿、欸。那个咒语很洗脑的，普利西西都有，鼻子透明，普利西西都有。我在台南。现在有个通缉犯杀两个警察，我能怎么办？走出去跟他拼的啦！要不然就待在家里把门锁好啊，请你自首啊！他连警枪都抢走了。哦，是这样哦，请你自首。真的很危险、哦、我只能跟你说啊，如果真的很危险，这个人还会在这里打住吗？那根本不可能，站长一米开。